没有看到任何像宝箱的东西啊。哎呀，我看到。这什么东西？好吧，五十分，五十分，哇，太多分了吧！看五十分的话跑，五十分的话跑多远？我听到尖叫声，好烦哦！啊！啊！我的天啊 ！Shit！ Oh my god！ 啊！新湖区超多人的。你快，快，都没有人。啊！哎，不行啊，我不行啊！淘汰！我人生第一次躲在这种到处都是虫的地方，太尴尬了。等下一起倒，最后倒数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！哇，新平在哪里？三个人，结束了吗？成功了。还有谁没被抓吗？没有，就是这里。全部被抓。今天你有保障吗？我们看看你拿了多少。哇，五十分！哇，最高分！你是我的神！还剩自己的，所以还有七十分。哇，七十。你们灯可以借我吗？可以。不好意思哦。哦，我找到很好的藏匿点，你们可以跟我进来吗？可以。我是凯蒂，我已经躲好了。待会猎人一出发，你们请灯再按一下，然后我们全程我会趴下来。我知道这边很隐秘，但是我们还是以防万安全。我到时候会用鱼挡我的身体，我会将这个趴在地板，所以你们两个要 follow 我。我们全程就是。跟地板完全吻合，因为我怕猎人他们会看有那个头露出来，我们以防这个事情发生，一定要谨慎。